用手指在成员背上写字，一个一个传下去，让最后一个人啊，一个成员猜。那这个字粉丝知道吗？应该知道，看不出来。就是那个字写在大屏幕上，然后粉丝可以看到那个字，然后再由我们这样一个个传，是吗？我们后台有那么高科技吗？有。所以就如果你们看到我们那个字是什么，千万不要说。对，不要说。说出来的话，就要有请你们上来跟我们一起做游戏了。说出来。哦，这样说是你这么说还有多爽的。想得美哦。来了来了，我准备了鬼鬼祟祟的。佳，你可以把这个纸先这样传一圈。对，给那个三位都，你们先看是第一个吗？啊，我背过去，我已经看到第一个字了。啊，背过去。啊，你们先背过去。那来了来了，这样背吧，这样背。对。哦，你们不能看到，也不能有投影投上来。哎，什么绕场一周吗？是一个字还是一个词？是一个字，一个字。你转转过来看。不看不看，我看到了号，都看到了号。谁看谁辣眼睛。什么？我们没看。有人偷看吗？没有。吴天慧，看到就一个字嘛，是不是？小玉都说出来了，是什么字啊？欢迎一下，我看到一个像可他这个，要不然就在大屏幕上显一下，显个一秒。有没有大屏幕啊？然后让我们背对大屏幕。我们就不看嘛，让他们看一下子，怎么样？这个难度很高吗？看不看？这么牛的吗？不看不看。背过去啊，不准偷看啊！没看，看得到吗？好了吗，一佳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我来写了啊。好的。你头发太长了，来来来，起画呀！那有人不认字怎么办？谁不认字？菲菲认字吗？菲菲，你写完了吗？写到这个字，那再写一遍吗？再写一遍。我们都是上过学的人，我怕你还没学到这个字吗？笔画错了，谁管笔画了？不应该让佳爱做第一个，还要擦黑板的吗？笨蛋学姐，可以看。没有少，我就感觉到脚没有少，到笔画了，写了，不是是啊，能不能写手上啊？背手太重，你上来写，来，我再写一次啊，就让这个笨蛋写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对了，都是语文老师哦，写完了，我已经写四遍了。那OK， 十一笔呢，江真怡？来，十一笔写完了，结束了。前面成员好焦急哦。看，江真怡真的是这么写的？你这秋风扫落叶啊，真的是有规律的吗？我们感觉不到，我们汉字史上有这个字吗？你是甲骨文吗？你再来一遍，你再心平气和的来一遍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哎，我好像感觉到了，你们看是不是这个字？我要看文。好了没？再来一遍，我慢一点。我应该知道，我上过学。我太厉害了。我现在背部很紧张哦，是吧？啊！哎，我感觉是对的。简单，我知道。我给你慢点啊，枪给我拿着，我拿一下枪。怎么还会火去的？你不是知道这个字吗？有点不像了。真的，相信自己。再写一遍好不好？我再写一遍啊！真的，哎，真的是狗子吗？不是，你不能问。啊，你再来一遍。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什么字？啊？第一笔就。啊！哎！只可意会，不能言传。来一遍啊！我们智商都好高啊！对，牛啊！二
完蛋了，我的背部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字，谁都不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对啊，我只感觉到你的指头在动来动去的啊，对吧？是你，我凭感觉喽。是形容我的字对吧？你的反义词有没有提示啊？没有，没有，那不是肥吗？形容妮妮的，形容妮妮的，形容妮妮的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是肥。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什么？你写了个什么？写了什么？鼓掌就完事儿了。来，凡是十一画的对了，再来一下，上下节目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他像写了个琴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他写，感觉他像写了个琴。哎，真的耶！输了，你完了。你完了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！结构，你知道你跟我们这边智商脱节了。你写的这个字就精准的形容了你，不是形容谢妮吗？你完了，最后是个什么？什么？你可以再给他写一遍，啊、你自己还写？不知道，看一下，每个人只能写三遍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他在画画，而且你还是个逗笔顺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上下结构。他怎么找到一个同样十一画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字？我没有看全是字，是蛮、这个、蛮厉害的。妮妮去吧，凭感觉吧，凭感觉吧。是用来形容我的字，妮妮去吧，去吧，妮妮，十一画。行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算了，瞎写吧。都是什么字哦？什么？写的。还写了一个写太快了，我写了梦慢呢。妮妮来，你有三次机会。哎，我不知道。妮妮，把你知道的字都写上，总能对的。结果整个被写满了。你写什么草书啊？妈呀，感受到了吗？你在写什么草书了？慢点，慢点。这是什么？第二次了啊。嗯。好了，妮妮写了一篇《南京局序》啊。啊？十一画，十一画。我也不知道几画，我这一人被哭红了。最后一次了啊！一二三，没动。六七八，还真是哦，还真是一画啊！他们怎么做到就是？他们怎么做到写了就是所有十一画当中都一样的？还是十一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妈呀！啊？怎么？你写的什么？吗？对呀，再一次，我没感受到。我的妈，也是十一画，也是十一画。完了完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写的啥。对啊，一样的感觉。是不是这个？太快了，太快，慢点，再重来。啊，一、二、三、他也是倒数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哦，这全垮掉，垮掉，完蛋了，感觉不了他们。我说是形容我的字，结果人家写了个动物。三、二、一、两、二、三、四、天哪，完了，妈呀！八十，功亏一篑，完蛋了！哎呀，好的，叉叉，叉叉，你知道现在就是你现在知道大家对你的真实？这个字确实是我有了吗？能感觉到吗？开始说你的字吧。我可以脱了衣服再让他来一遍啊？不用，这有点厚哎。对，对啊。写重一点，写重一点。一。二三完了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啊！我知道了，还真是十一画。他们写了好多个，就是一点都不一样。真的十一画，我知道了，是叉叉前辈。你那是什么字啊？哎呀，我说出那个字好吧？什么字？我先用英文说，你大声说出猪。等一下，你说美琪，美琪，你什么字？你什么字？猪啊，猪啊，甜庆的甜，甜啊！你写的什么字？你写的什么字？你写的什么？你写的猪？你写的什么字？我不知道什么，我瞎写，我写了个谢，签了个名。对，我看到他写的谢，好自恋一小孩。我想十二画了，感觉写的字，我写了个笨啊，好失落大家，我落泪了。实际上，我写的跟我一模一样，甜啊，所以是什么？实际上呢，甜，甜啊。到何小云那就完全不是脱水了，每个人性格出来了，笨、自恋、猪猪猪，甜甜甜，我
本来以为我是一个好的开头，真的不错，其实写的很好，这个字很好写，没有什么关系。对，就感觉得到是这个，但他们老说我写错笔画，一开始是撇横，你是先写竖吗？还是我是撇横竖竖口折，然后竖。竖是竖竖横横，竖折竖竖横横。对，我感觉一个口纹，真是 L， 这没有这个笔画。没有竖横竖竖横横。好了，你也去当个笨猪吧，去吧。我能感觉到这是太厉害了。over 了，就 over 了。我们这个游戏结束了呢，也揭示了我们各个成员的性格特点哈。那下面呢，请下面的小伙伴来展示吧。耶、yeah。